失败总是让人感到伤感。学习到现在，练就了失败的经验，高度专注于上课，努力为了重点于下课，让老师可见可辨。曾经不努力的我，不懂安排时间，现今的我把握过去荒废的时间。目标的出现，使我更加努力。我的未来划过的是天际耀眼。